要记住哦，咬完之后捂着嘴哦。咬。好。脸红了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。你会不会稍微平静了一点？你不是说要演这一趴吗？就是要平静。我真的不行。我们平静不了了，完了，他平静不了。因为有水，这我们好镇，他更镇定哦。酸，甜。你要吐汁要说哟，要屁汁吗？辣，怎么样？很酸是不是？一口。哦，我操！淑珍姐，你觉得要不要正常的？那你要出来试哦，正常的是不是、嗯？那你要出来试吗？可以啊。好来，我是陈哥的，我的原本的选择，陈哥。你为什么怀疑我啊？啊？巧克力，哎、欸，巧克力在这里啦。好吃啊！一碗是好吃的红豆汤，两碗加了鱼露的红豆汤，够吸满的鱼露，我跟你讲。一定要两口，你浮夸，我不信。有本事吃他不浮夸，我输你。没有稀释，没稀释。哎，你第二口很大口哎，有可怕。什么都敢吃，用吃你的中暑就好了。其实我不是很熟鱼露的味道，这样今天有点感冒鼻塞。怎么样？比赛都通了吧？超难面对第二口哎，原来是这个味道。嗯，你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两个都吃到鱼露？对啊，因为我很怕鱼露。哦，鼻子通了没？我觉得我们感冒会好，这真的太痛苦，稍微有一点醒，很坚持要喝汤哎，要吃完喽。哦，我觉得卓文萱吃到是正常的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这个节目带有恶意，就是主要是来宾要吃，就是会吃到，然后这些都自己选的，这不是自己选，他们自己选的，对，我们自己选位置的。你认为原来蔡淑你是这样看我们节目？因为我上次就这样，我跟 BB 你对卓文萱的了解，他吃到你刚刚吃这一碗，他能不接受鱼露这种东西吗？他混在这边，一点不一样的味道。国义不知道鱼露到底有多咸。我们体内现在是两位是国义，我们两个国义，淑珍是卓文萱，对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把韩小邦放掉了。对啊，放掉。我倾向国义来猜拳，我们三个猜拳，输的人出去吃。因为另外一碗没有吃的，就是让我们验证用的啊。剪刀石头布，他运气怎么那么好啊？赢得去吗？来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呀，好嘞，是谁？谁先讲答案？说了出来吃，好不好？李国义，好啊，国义了。去啊！我想生气了。好，来，请别理他。你刚刚是吃哪一碗？然后我吃这碗，吃这个。对，要配红豆啊。真的啊！对，笑死哦！好，先拿下一分，对不对？还能吃到那个饭，好不好？耶！后面有饮料，后面处罚，后面处罚。哦，您喝这个东西还处罚，这就处罚了吧？那可以解腻，可以解，对，可以解腻。对对对，这个搭去就是你说泰国菜，黄连柠檬汁解鱼露，它就泰国菜，很搞自己的弄法。很解啊，很解。他们吃的是什么？一个是好吃甜的巧克力卷心酥，有两个吃到黄连。黄连粉是深色的，这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我们的黄连不是在开玩笑，我是真的加很多。
你如果吃了，你讲话是看得到的，所以吃完之后讲话记住无阻，不然对方一看到就猜得出来是谁。我们要先看哪一位？我们先看，淑珍姐。第一个吃要苦很久呢。嗯，说不定他的不是啊。想想你上次怎么变过？这感觉黄连会在那边放很多哎。嗯，塞满。塞满，塞满，塞满。要记住哦，咬完之后捂着嘴哦。要。有一点点，你会不会稍微平静了一点？你不是说要演这一趴吗？就是要平静。好 ，OK， 下一位要看谁？看阿布。安心上路，一路好走。我真的不行。平静不了了，完了，他平静不了。因为有水，这好像好镇，他更镇定哦。对啊，走一个，他不是雪茄哦。巴里拉巴里拉巴里拉，嘿嘿。酸甜，你要痛吃要说哟。要屁吃吗？辣。怎么样？很酸是不是？你们觉得谁吃到正常的？我觉得他们的表情都好难猜哦。平静，但就直觉的觉得是谁？你觉得？你觉得？陈哥？你觉得陈哥吃到的是正常的？嗯，我觉得是阿布。我也觉得是阿布哎，那就阿布。阿布，剪刀石头布输了出去，输了出来是指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哦。你刚刚开心了一下，对不 对？加油！超开心，还有最后一超难过。今天你还有最后的选择哦。这阿布，阿布是好来请，相信巧克力你就赢。巧克力，拜托。哇塞，压力很大，会咬人的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一口。哦！哦！哪位？淑珍姐，你觉得要不要正常的？那你要出来试哦，正常的是不是？嗯，那你要出来试吗？可以啊。好来，我是陈哥的，我的原本的选择，陈哥。你为什么怀疑我啊？啊？巧克力，哎，巧克力在这里啦。哦，是啊，吃啊，整个吃下去吧。你好淡定哦。哦，哦什么？这不是人吃的这个 whisky 巧克力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他生病了，不好意思。他是味觉已经有点不是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昨天中暑，然后有人给他喝寄中水，他今天觉得什么都 OK。哎，这不对吧？你们我今天也没吃到，然后什么东西我都痛苦的我都吃嘞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怎么怀疑我呢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吃吧。